好，那我们现在要来挑战败部复活赛，三位谁打胜的？就拿他上一集是败部打胜了，好不好？好机会，今天奖金高，你们就3万500，总子加5500。哇！他上一集他赢了10000多啊，那2级的钱呢？来，你看没？好高。 反正我3个1国，一个8，我们3个分掉。看3家的牌，庄家一位，加油！亚刷的牌，陈柱啊，海产，白布杀手来喽！来哦，来出赛喽！西风，发财，西风，手比较大。一桶，放一个。好。 红中，东东，1万，碰，8条，虾米，2万，吃，2万必须吃，难，难碰，2万要先拿进来，嘿，好，难也是哦，芭比。 芭比吃，哇塞，亚莎吃好吃吗？太好玩了吧！9万，好会吃。Brother，3万，打1又3万，真的，选错了。哇，花，花一只，对，那里草原的那里，4万，4万是不是？跟4万。 小鸟，伊人，红中，3饼，北风，哎呦，亚当拼牌喽，9条，好汉，2条，2条，2饼是2条，6饼，6饼哦。 这样不好，怕不给你参考哦。可恶！来6饼，这样就被你知道我等下听6饼。来，被发现了。就8万，漂亮。9万，8万。 哎呦，哎呦，先不一个，白皮，碰，白皮碰，8万，还8万，又多8万，自摸，全部倒下来，三花自摸，3台和3台。 好来，败部复活赛第2把，亚莎庄家。开门。七吹，来看3家的牌。好的，败部杀手亚莎，来走走走，海产，出发了。因为还有，鬼呀、啊。出赛，来，东风，好，北风，红中。 红中，红中，1秒，吉儿，1万，好碰，红场，2饼，红场，吃，2饼回来，好，8饼，8饼吃。 这种好事啊，好了吧，中东好吃，好吃，9条，真的好，白皮，羡慕哈，对啊，真的，白皮，东风，进一张吧，睡觉，有，进了，先打，吃不到，7万。 发财，
薯条。八饼，大饼，花，白芝，手，点快手，点快手，快手，大饼，好跟，就是很会跟，好了，二万。阿奶真厉害啦！厉害，自摸台一台就两台。好，败部破绽的最后一把，看三家的积分。好的，亚莎虾分数最高分是6400分。对，海产好惨，现在是3100。然后我们的银味呢是5500分。你们俩差这个900，少数。对，900啊，所以你们两个，差的更多。那你一定要自摸就对了。我一定要自摸，我一定要自摸的。好，你装一下。好，来开门。17，看三家的牌。大家海产。哇，今天都摸不到。因为运气来吧，牙刷继续漂亮。来呗，来，好，北风花。特别摸到没有信心，会很刺激。北风。今天不是你的日子啊！真的，拜拜。然后东风，跟你东西，嘿，有点意思喽。曹操，哎，另外一只比较算。七条，这么甜，都给你。难。厉害哦！90000，九饼，九条，七条，这个都可以烫到，真的耶！先打皮吧。6条，吃。奶奶，大鼻，先去一个6万，六万，吃一个，对，6万要吃起来，8万。难呢，6饼，7饼，东风，好难哦。就下班了啦，很难，真的很难。两个，好，10000。9条，8饼，越磨越长，越磨越长了。一个人玩，7万，东，8条，8饼，好紧张，用平常心呢，先打不赢大家，你是该平常心的，你看海彩已经上字了，他废话都没了，这集播出，我可能要被罚跪了。大家，
手腕。四饼。四个饼饼。四饼啊。四饼怎么样？四饼。有什么想法？四饼的话，嗯，很甜哦。参考一下哦。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哦。店哦好。我就不会再打这种好东西出来了哦。二比六比多八万七八九啊，好，红中西风，怎么可能？八比进来吧。哦，对不起，冲一个四条，我都过得了。这样没事啊，一万到了，没事，不要，钢筋钢筋，你自己说没事，太衰了吧，你要倒下来。哎，我绝不打砍的，既然这样，我想到很安全哎。啊，打砍啊！哎，因为我想说，他打过，他吃应该比较安全啊。我就改听二五，放砍真的会烧起来。嗯，这牌，这牌打三万，也是放，嗯，打三也放，打三也放哦。对啊，三六都放。他这牌没什么，他不可能去听对头。对，不可能，没办法，没办法，好吧，他是胡了就赢了。嗯，所以呢，恭喜了亚莎获胜。还笑出来，亚莎跟我们哎，这个小猪猪来决战北风北，挑战吧大神有 YouTube 频道了，请搜寻东风卫视或者扫描下方的 QR code， 也可以按下我们的订阅钮或者是开启我们的小铃铛，就能收到最新最快的节目内容，而且还有网络独享的影片哦，别忘了分享给身边的好朋友。受欢迎的命理大师现在都在命运好好玩开运服务，包含神准算命、开运商品、开运秘法，请上网搜寻命运好好玩。